如果嫌多伦多市中心2000一尺的楼花单价太贵，但是呢，又舍不得繁华多彩的都市生活，还希望享受优美的自然环境，有什么选择呢？大家好，我是 Priscilla，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今天的本周暗盘楼花精选，我为大家带来一处现在正在火热上市的楼花新盘，Voya。那 Voya 呢，位于加拿大的第六大城市 Mississauga 的小宇宙中心 Square One 的附近。不仅周边的这个商铺林立，而且呢，背后还背靠了三座公园。所以，不管是从生活的便利、休闲娱乐的多选择和自然环境的优美上呢，都非常的平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oya 非常值得被购买的理由。刚才已经提到，我们是在 Mississauga 最大的购物城Square One 的附近。那么我们的周边呢，有足足15万平方尺的零售店。那么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购物的话呢，那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有多少的选择。但同时呢，我们的背后呢又有三座的公园。所以如果你是希望都市繁华跟自然优美能够平衡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点。那 Mississauga 这个城市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它不仅是全加的第六大城市，同时呢，它的人口还在持续的增长，在过去的5年中呢，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1，并且呢，这个城市在吸引企业驻足上呢，也表现非常不俗，每年的这个企业增长数高达个位数的中位数，5.7%，而且呢，就业率也不断的在提升，财富500强的公司中呢，足足有75家在Mississauga 是有分支机构的，国际性的公司呢有多达11,400多家。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所谓动漫小哈佛的这个 Sheridan 也在Mississauga 这个城市的这个旁边，而我们这个地址呢离 Sheridan 也非常的近，所以相信如果这是个投资盘的话呢，也能为这个 Sheridan 同学的这些租和住有非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刚才已经提到过，说我们除了这个地方生活便利呢，环境也会非常的优美，而且呢，生活也会非常的便利。这个呢，就是可以看到说，我们周边有非常多的这些步道啊、公园呐、绿地啊、小溪流啊。那同时呢，在这个购物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上100家的这些零售网点。从这个增值的角度来看呀，Mississauga 在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从16年到2021年呢，是足足增长了91%，5年的时间，价格几乎是翻倍了。如果是翻译成年均增长的话呢，每年的增值呢是高达13%。所以不管是从自住，我们刚刚看到了生活的便利性、环境的优美性和这个交通的各方面的便利呢，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选择。而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增值的这个表现呢，是非常非常的不俗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楼盘的一些基本事实。我们这个楼盘呢的地址是在465号，Burnham Thorpe Road。那这个地方呢是离Square One 非常的接近，而且呢它是位于这个交通枢纽的这个旁边，所以去很多的密西沙加市中心的地方呢都是几分钟的距离。房型方面呢，我们是从一房开始，一房、一加一、两房都有，总共呢是36层高。价格方面呢，是从67万6900发售，尺价呢大概是1,300加币一尺。签约呢是已经近在眼前了，2月26号。临时入住日现在是放在了2026年的2月份，就是从现在开始大概4年的时间。定金结构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的。对于本地买家来讲呢，我们只是需要在这个480天的时间里面交付15%的定金就好。一般情况下呢，楼花的发售是20%的定金，可是这个呢，在480天又几乎是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面呢，只需要交付15%。那剩下的最后的一个5%呢，是在 occupancy，就是临时入住日。刚才提到的是2026年的2月才需要，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对这个现金的这个要求有蛮宽松的时间来准备。临走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个户型，这是我看到的其中的一个一加一的房型。这套房产呢是588尺，
套内的面积588尺，但另外还有一个是43尺的阳台。那这个房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非常直观的告诉我们说它非常的方正。我们一进门呢，右手边有一个 den， 这个 den 呢非常的大，有7尺乘9尺啊。60多尺的一个单的面积，所以呢，就是虽然它没有窗，没有这个衣橱，但是在这个居住的面积上是完全可以有条件被转化为一个小的卧室的。那么我们的主人房就更大了，足足有100尺，而且呢是有这个窗的，非常的明亮。有一个卫生间，这个在这个房产的这个中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 full 的 bathroom。living room 呢也非常的完整，是跟这个 kitchen。dining room 呢合在一起，三位合一的一个开放式的概念，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小的阳台，所以呢，虽然它的空间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布局非常的合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房型设计。好，最后看一眼价格。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如果是一房的话，我们最小的是从521尺起，那么它的价格呢是仅仅676,900，这个还是相当有可负担性的。那么如果是两房的话呢，小两房从683尺起，它的这个价格呢是912,900。当然随着楼层的增高，和不同的户型呢，它的这个价格也会变化，但是呢，这个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概念。如果你对这个盘感兴趣，欢迎您火速联系我们，递交申请表，锁定你的薪水单位。如果你是喜欢别的项目，我们仍然能为您找到满意为止。这期视频到此结束，下期视频再见，拜拜。